主料：金针菇200克，猪肉100克，辅料：酱油一勺，料酒一勺，甜面酱一勺，油盐、葱。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，肉切条，放酱油料酒腌制10分钟，金针菇洗净切断，锅内放少量油，油热后放葱花炒出香味，放肉炒，炒至肉熟变色，加一勺面酱炒匀，加金针菇翻炒，放少量料酒炒一下，沥适量水，放盐酱油调味，翻炒均匀即可。烹饪技巧：金针菇炒制时间不宜长，金针菇炒老了化会塞牙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